有人，谭台烬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被丹丹明朗下了毒，一定有办法可以救你的。你回来了，你的命在我手上，生死都由我说了算。听明白了吗，谭台烬？好啊，这是什么？还给我！叶希沃，你老实交代。是上古时期遗落下的神器，叫青石之玉，会让使用者注定不得善终，短折横死。不管是现在死还是以后死，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。 谭台烬，你果然还没死透啊！他会使用妖法，要小心！破！你连抚养你长大的京伦安都可以杀，居然这么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？叶希沃，我不能让你死，只要能活下来，我用何惧来日横死？谭台明朗杀不了我，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他。拿回来就殿下，明日在渡口等我，我还有件事要办。大过年的，值得浪费一张。你每年除夕都这么开心吗？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我们年年都可以如此开心。七尾妖狐，叶晴雨是不是要被吸干了？他只是在捉弄叶晴雨。我在外面设下法阵，咱们里应外合。那就要问雷震，一旦碰上，便会搭上百年修为。谭台烬，你是何时学会这些妖法？你一直都在骗我，竟为了一只妖攻击我。 我早该明白，你生来就会如此，是条养不熟、只会吃人的中山女。你连自己为何会与我成亲都不清楚，是你兑换了我和叶冰肠的点心，又设计在游园吃下了萧凉的点心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那一世我们只是躺在了一起而已，我宁愿承受揭穿残钻心蚀骨的痛苦，也不会碰你一丝一毫。